观众朋友你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古节目。那么连着两集呢，师父一再为我们说明五蕴炽盛所会给我们带来的痛苦跟烦恼。那么师父也提到，照见五蕴皆空呢，是化解五蕴炽盛痛苦烦恼最好的方法。可是我想难免有人会这样认为，说五蕴炽盛是不是也是证明我之所以存在活着最佳的写照？如果五蕴皆空，是不是也代表一种槁木死灰呢？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。师父您好。是师父，有些人啊可能会想到说，哎，如果五蕴炽盛的话，是不是代表我的生机盎然啊？那么五蕴皆空是不是就代表一种槁木死灰？他可能认为五蕴炽盛可能比五蕴皆空还是好一点。那么对有这样想法的人，师父您怎么样那是错误的说明？那是错误的想法，那是错误的理解啊。五蕴炽盛是因为自我中心太强，自私心太重，所以不断地向外追求，不断地向外追求，同时又在排斥，这是所以带来许多的这个痛苦啊。可是我们社会上往往把这些人就是形容是强者啊。是。那么社会上一般的人是这个样子，是不是？但是他们很痛苦啊，他们几乎没有朋友。如果有朋友，他彼此之间呢，他就没办法分享他自己的强悍，因为要棋逢敌手的时候，就是他的对手了，他不是他的朋友。因此呢，凡是强悍的人，这是蛮孤独的，蛮痛苦的。也许他们不承认。事实上是如此啊，因此他们的情感也很脆弱的，但是因为脆弱，所以一定要争到底，就怕自己这个失败了的话就站不起来，这是太丢脸的事情，太没有路走了，所以是不要以为那些强人呢，这个是很好的。可是呢，我们这个世界啊，这个社会啊，就是因为有一些强人呢来维持来推动，好像我们的这个社会的原动力就是靠这一些，其实不是。其实这一些人呢，所以第二层次或者第三层次的人，最高层次的不是这种人啊。最高层次的人应该是宗教家、哲学家，他们是啊，是放弃自我，把自我成为看作是一个世界所共有。大家所这个所分享的一样东西，比如说释迦牟尼佛，他自己并没有想要取得什么地位啊、名望啊，什么都没有想要取得，但是他这是奉献。还有一些大政治家，他们也只是想要奉献。大的一些啊，伟大的一些伟人呐、啊，都是啊为了奉献而奉献。而并不是为了争取什么而这个来啊做奉献的。所以是现在的有一些就强人，他们也学到这样子的话，他们说我是为了奉献的，我是为了奉献的，我是为了这个对社会的回馈的。是不是他们内心是这样子想？如果是内心这样子想，我们就说他这是一个大政治家，是一个大事业家，或者是大什么宗教家，否则的话应该就是强人。这个强人和为人呢很难，就是自我心很炽盛的人，从外表很难给他判断，那看他自己内心的这个修养。那么如果从历史上看，那这个人死掉以后，或者是这个人呢活着的时候，往往也可能判断出来这个人是自我中心的呢，还是为天下为公的。这个究竟是哪一种人呢？还是容易看得出来的。那我现在讲的这个五蕴炽盛呢，这就是这种人啊。但是呢，如果说是五蕴皆空了，是不是等于是等一个魔头，等于一个石头，等于是一个是个灰啊，死灰冷灰？不会呀、啊。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，我们不是看到观世音菩萨吗？观世音菩萨他是照见五蕴皆空，他是度一切苦厄，
他不仅仅是自己的苦已经没有了，但是呢他在救苦救难呢，众生的苦还在，所以是呢他不为自己而奉献众生，众生有苦他不能够逃掉，因此呢他是以无限的时间以无边的悲愿来为众生呢做奉献，是，所以他不会要变成了石灰槁木，不会变成了枯石头木头，不会。所以是呢这个一个是呢自我中心，自我中心就是我们叫五蕴之身，如果说是为了悲愿，那是五蕴皆空，这个两个不大一样的。是，那师父您也说啊，这个五蕴皆空是对治于这个五蕴炽盛最好的办法，那我们如果不能像观世音菩萨的话，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怎么样去实践落实？因为凡夫不是啊菩萨，但是凡夫可以学菩萨的精神，凡夫一点一点的学习都可以吧。是，当我们呢觉得很痛苦的时候，就告诉自己观音菩萨用智慧来看我们的五蕴的构成的自我是空的，我为什么要这么痛苦啊？我如果是这么痛苦，这个叫五蕴之心之身，这个是啊自讨苦吃，没有必要这样子的话，常常来给自己化解自己，常常自己啊训练自己，当自己觉得有痛苦，这个时候你可以常常念这句话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就是这个观世音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那这个就是用智慧来，用佛的智慧来告诉自己，这个自我中心是五蕴皆空的，那不需要那么痛苦啊。是，师父您讲的太好了，我自己啊，就是听师父讲解心经的时候，听到这一段话的时候，豁然开朗。所以以后我碰到恐惧的时候，或者是愤怒的时候，或者有很多事，我就告诉自己，其实五蕴都是空的，你干嘛那么执着？对，好像真的很有帮助。太好了，马上当下就觉得清凉了不少。你很有慧根。没有，谢谢师父开示。那么也愿我们都能够在生活里面实践观照五蕴皆空，也欢迎你下一集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